知道这件它穿起来是很轻的，然后非常软。你看像我现在穿背心，我完全没有那种臃肿，然后这样很重很累赘，这真的可以包。因为我觉得今年其实蛮少这样有造型并且好看的罩衫。重点是这个你们应该是买到之后 CP 值蛮高的哦，高高，你可以一直重复穿，一直重复自己。你看像我现在搭背心，蓬是搭小高领，对，其实它可以层层的堆叠好多个季节。其实有很多剪裁在衣服里面，你看一下，对，它这里的手的织法跟麻花跟领片，你看感觉是三块不同的感觉，这边是钩针的，这边是麻花的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是螺纹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这件超级精美。